啊，那我们想在这个世界不变行不行呢？行，你不起心不动念就行、是，就是那个境界。做不到，因为念头太危险了。啊，你看这个佛问弥勒菩萨，啊，哎，释迦牟尼佛问弥勒，还不是讲给我们听的？啊，我们反复一个念头起来，啊，就心有所念 我们一个念头起来，这里这一个念头里头，多少细念组成这个念头？啊，佛问的是几念几相几时？啊，弥勒菩萨回答的时候一弹指。啊，我们讲一念一弹指，啊，我们弹得快。 我弹大概是四次吧，一秒钟。啊，如果很快弹，应该可以弹到五次。啊，一秒钟能弹到五次。它的一弹指有三十二亿八千年。啊，百千是单位。啊，一百个千十万三十二亿乘十万，三百二十兆。你看，一弹指里头三百二十兆。 那我们一秒钟弹四次，就一千两百八十兆；如果弹五次，一千六百兆。啊，这个念头太微细了，我们怎么能觉察？啊，弥勒菩萨说：“念念成心，心就是物质，就是阿赖耶的。” 境界下。心界有识。就是阿赖耶的转向。这个地方注意，注意，诸位要一定要晓得，自性里头什么都有，什么都不缺，啊，它能现，能生，能现，念头能变，就是识能变，没有识，那就是能现。 能生能现，啊，极乐世界是能生能现，他没有变的，啊，他那边的人的时候，完全用的是真心，没有心，都是转世成智的，所以他们那个世界永恒不变，啊，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神通，无量的德能，啊，都是自信本具的，不是学来的。 啊，这这是我们的老家了，啊，这是不是到了究竟呢？没有，啊，真正回回回还原的时候呢，是长期光土，长期光土里头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都没有，啊，那才叫回归自信。啊，怎样才回归自信呢？因为十报土啊，虽然。 妄想断了，妄想习气没断，因为有妄想习气，所以才有十暴庄严图。妄想习气也断了，都没有了，十暴图也没有了。所以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连十暴庄严图也不例外。啊，佛经上没有说十暴庄严图是例外的，没有这个话说。啊，十暴图也不是真的境界。 真的境界长寂光，啊，就是慧能大师讲的那五句话，那五句话讲的长寂光，啊，幕后一句能生万法，万法从长极光，啊，到就是长长常光，使使能生能现，啊，这个凡所有相呢，那就是从施暴土。 到方便图、同居图，通通都是四圣法界是方便图，六道轮回是同居图。啊，没有一样是真实的。啊，要晓得，我们虚空也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时间、空间都是假的。啊，在长寂光里头，没有时间，没有空间。啊，没有时间，没有先后。 没有空间，没有距离，那才叫真的回归自性啊！所以跟一切众生感应到，到家给诸位说：无处不现身，无时不现身啊！现身的长短是众生的业感啊！众生感还在，这个相就在；众生感没有了，相就没有。 啊，那么我们这个身，不是以业报身，啊，也也有时间性的，有时间长短的，以业报啊，啊，佛菩萨不是业报，佛菩萨是，是是是硬化了，啊，应众生之感而现的这个身像，啊。 不仅是现人的身相了，他能现树木花草的现象，他能现山河大地的现象，他什么现象都能现、嗯、啊！所以我们看禅宗里面一些故事啊，公案，哎，有一些参禅的人啊，看到这个呃，这个这个这个呃，树木花草开悟。 啊，看到鱼鱼打芭蕉，豁然开悟的，那什么呢？那是佛，就我们今天讲佛的加持啊，在那一刹那当中，那是佛他有感的佛应现的啊，让他在这个境界里头豁然开悟。没有一桩事情不是佛力加持啊，所以佛力加持就是自信作用。 啊，是自信的启用。啊，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一点都不怀疑了。啊，所以对佛，虽然佛现佛身来加持，我们也不会生欢喜心，也不会激动。<laughs> 那一激动就错了。为什么呢？阿弥陀佛是你自信弥陀，你自信变现的，呀，不是外头的。呀。 啊，极乐世界唯心净土啊，哪里是外头？全是性德啊，自信流露。对你懂得这个道理，永远是心平气和，永远是如如不动啊。所以，能大师说的很好啊：何其自性，本无动摇啊！所以，你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。 啊，不要让你这个心的时候在境界起一点波浪，这就对了。